准备好，向着坚守的目标，心中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向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战龙心态转换，龙人的力量永不跌倒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战车狂热号角，属于我们的胜利号角，小恐龙转换转换，战斗的心窗不断超越自己，心一起创造奇迹，在冒险之旅我是最强斗士。终于安全了，新奇，我知道你着急要找到水晶，但你不要再那么冲动了。是恐龙的叫声，难道是托尔他们在那边奴役恐龙挖水晶了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快点挖，不许停。我们晚了一步，他们已经开始了。等等。快起来，别给我装死。住手。还以为是什么人，原来是你们。别说废话，快交出重岩水晶。有本事来拿呀。霸王龙形态转换。哇，咦，这次怎么不合体了？难道你的水晶上次被黑雾狂兽打坏了？少废话，霸王龙上！没有水晶的力量还想跟我斗，做梦！甲龙，形态转换。你以为多一个人就能赢吗？黑雾狂兽，岩石之墙。霸王龙从侧面进攻。甲龙过甲飞斧。快躲开。黑雾狂兽重岩炸弹，霸王龙，哈哈哈，真是弱爆了。可恶，没有水晶的力量我们根本赢不了。下集预告，霸王龙与甲龙联手对战黑雾狂兽，但黑雾狂兽凭借着重岩水晶的力量大大强化了自己，霸王龙和甲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更不妙的是，这时大量的变异植物从地面长出来向他们展开攻击，新奇该如何反败为胜，请看下集铃木水晶。